因为我跟病人相处的时间也很多，因为我老公几乎拍摄我跟女儿都会陪他，所以我跟病人是相处的时间特别多，不比我老公少。甚至有时候我们两个人就是，尤其我们会很像那种闺蜜一样，然后我把她一早就是当作是亲人一样的妹妹这样子。就直接进了张丹凤的房间。进去没多久，碧莹出来回自己房间。此时我们注意一下她的衣着，半披着羽绒服，身穿蓝色上衣和一条宽松到快要拖地的裤子，脚踩一双白色球鞋。等她回自己房间待了一会儿再出来，外观已经有了改变。上衣虽然还是那件上衣，裤子却换成了露脚踝的睡裤，球鞋也换成了拖